With you, I can be sad. 第一遍了，猫。 Just take my hand and fly up through the dreams where the skies are so clear.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 Tired from the sleepless nights, you run out of your tears from all of the cries.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n.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환경은 어떻습니까? 우리 계정이랑 친한 분 너도 한번 당해봐. 내가 너한테 멘탈 풀리고.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通常没有意外的话，我星期六都会是一整天留在家里剪片。但是今天呢，我想让自己出去走一走，就是放松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今天天气蛮好的，像昨天热到30几度，然后今天大概最热就26、27吧，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然后我今天有朋友的店开幕，所以我等一下会 drop by 去看一下，差不多我要准备去 Gary D了，毕竟这个黑眼圈有点不适宜出现在 Yeah, your heart is a sun and it shines as it opens. Well, your heart is a sun and it shines.As it opens. Hey guys, 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弄好了，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今天的妆容。那因为等一下要去朋友的店开幕，所以我想说穿的稍微正式一点点。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平常的穿衣风格就是以休闲跟舒服为主，但是我今天稍微穿的比较 lady 一点点。好，那我现在呢，最后出门之前就擦什么？擦香水。那我今天要喷的是这个 Forman 的 Signature Perfume， 它的名字叫做 Cotton Memory。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本身很喜欢收集香氛，不管是香水或者是香氛蜡烛啊，或者是室内的扩香，我都很喜欢。我觉得在寻找这个香氛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慢慢的了解自己的喜好。这个香水呢，你喷上去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我自己啦，是一种很温暖，然后很清新，比较活泼跟甜美的味道，但是不会活泼到说好像就是有些那种很热情的狗狗，就是好像一见到你就跳到你的身上的那一种强烈感，不会，它比较 smooth 跟比较 subtle 一点。然后大家都知道香水有前中后调嘛，它到中跟后调之后会转变成一种比较沉稳跟内敛的香气，它的持久度我觉得也算是我拥有的香水里面算很高的。它的前调比较偏果香，会有一点柚子跟桃子的香气，然后再来到中调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更花香一点。例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它里面带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的味道，然后到了最后后调的时候，它会比较转变成小小的木质香气。对我来说，每一个人对于同样一款香水的解读也不太一样。这个是为什么我喜欢收集香水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觉得香气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神秘，然后太个人了，而且香气有一种记忆性。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闻到一个味道之后，它会，你会好像突然想起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你也闻过这个味道。你知道前阵子我就买了一个扩香放在家里，然后我就越闻越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正在哪里闻过，然后我才想起来它很像我大学的时候某一个上课教室里面那个很独特的味道。香气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有一个记忆点的。喷一下好了，我自己是喜欢喷在手肘，然后稍微抹一下，点在耳朵下。这款香水叫做 Cotton Memory， 所以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味道。那实际上我觉得它跟我目前拥有的其他香氛或是香水
真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还蛮开心可以就是把它加入到我的 collection 里面。加上我们很多人收集香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它的瓶子，对吧？它的瓶子是一个很有质感的雾面珊瑚色，所以没有用的时候摆在那边，其实真的也蛮好看的。Why you playing with my heart, girl? I'm standing in these streets. I ain't playing with these niggas, they be playing with they. I've been playing with these niggas. Hello, 大家好。我等，然后最后一个 Hello, 咪咪。Hello, 是第一次加入 Podcast 的新粉吗？对，新粉。还有第一次用普通话跟大家见面，很标准，很标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刚刚说你是第一次加入 Podcast 的新粉吗？对，然后最后一个 Hello, 咪咪。是第一次加入新粉的 Vlog。还有第一次用普通话跟大家见面，很标准，很标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지금깨우는 니 목소리머리를빗는이빗소리밖엔비가오나봐들리는빗방울들이땅에떨어지는소리전해지는전생소리小姐那我要来上一个，它叫什么名字？Nagomi 就是和谐文采，日本的。今天我们会画这一个，是我们的导师 Miss Gaga 特地设计的，超美。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e standing there so close to me. 像这作品。飞翔的男子是小王子，逆风飞翔。你帮他取个名字好了，他不要叫小王子 ，Philip。我现在呢回到家了，然后今天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我最近有很努力的把触角往外就是爬几步，有机会的话就跟投缘的朋友多 hang out， 然后多尝试新的东西。然后我想说，我自从认识 Serena 之后，我觉得她就是 multitasking 的代表，她真的好像一天有48个小时这样。那我就觉得我好像还不是那个最累的人，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格喊累。如果你们身边有多几个像这样子，你知道会自行发光的朋友，我说自行发光是好像就是你会被他拉着一起往前冲的这种朋友，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你也会觉得比较有动力往前冲，然后你也可以再带更多的朋友往前冲，就大家一起往前冲。哇，这个画面听起来是不是很逗趣？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今天香水的状况，大概可能4-5个小时之后吧，我都还是可以闻到我的头发上面有那种淡淡的花香，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持香度是真的蛮不错的。然后我现在要来煮晚餐，我今天想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意大利面。我本来想要做意大利肉酱面，但殊不知呢，超市绞肉全部都卖完，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今天来煮一个香肠，不是香肠，这应该是腊肠，对，它是香肠。我今天用的食材全部都是我爱吃的，所以我非常的期待。Let's go. Set timer for 8.5 minutes. Your timer is set for 8 minutes and 30 seconds. Thank you.
今天上课的时候跟朋友聊了一下，然后发现因为我很常睡眠品质很差，就是睡得不好或是睡得不够或者是失眠什么的，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跟压力，可是我觉得就是整个生活有点紧绷，你知道吗？然后就突然有一点想念做瑜伽。我今天其实本来打算要去给人家按摩，但是跟朋友玩得太开心，所以就来不及，就自己稍微做一些瑜伽的 stretching， 然后一边给自己的肌肉按摩一下，就是可能舒缓一下自己潜意识里面那个很紧绷的神经这样。 I walked across an empty line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准备梳洗梳洗。好，我现在准备要洗澡，然后今天要用的也是 Forman 的这个 Perfume Shower Gel， 这个的味道跟我今天喷的那个香水一样，都是 Cotton Memory。 这个沐浴乳里面有一个成分叫透明质酸，那这个成分最重要就是可以保湿，所以它可以让你皮肤洗完之后保持一个很水润光滑的感觉。另外它里面还有一个含有丰富维他命的黑燕麦萃取物，它可以帮助你更镇定跟修护受刺激的肌肤。另外里面还有软磷脂，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那以香港来说，我觉得夏天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穿的衣服只会更透更薄，露的更多。那这个 shower gel 还有 PHA 跟 AHA 的成分，可以在低刺激的程度下面管理你的角质，所以让皮肤可以保持很光滑状态。但是不用担心，它里面是没有添加任何的有害成分的。现在来擦 lotion， 然后这个也是 Cotton Memory 的，质地是属于比较薄的，所以它吸收的也很快。今天其实差不多这样子，现在其实已经凌晨一点了。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画的，我自己觉得我画的很好看，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听的疗愈的音乐好了。大家记得我之前有跟我高中同学柏林一起拍过影片嘛？然后他最近呢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我的爱人》（To My Love）。那这首歌目前是在 Street Voice 上面有播，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好听，给你们听一点点。等到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温柔，一刻听到你说。我的爱人啊，希望你时时刻刻将我放心上。然后跟大家讲，我之前有提过我很喜欢一首歌，是 Autumn Vacation 的 가끔 밑이 도로 내가안고싶어질때가있어。我是不是念得很烂？哇，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这首歌。再来我最近也很常听的是 Jenna B 的 A Thought on an Autumn Night。 I'm just a bad man blessed by the good man guarded by the world but not been defeated can't seem to accept it but want to embrace itReally nothing to worry when there's freedom in perfect love. Was